但是我不说。 这真是沉浸式疼痛啊。 卸的也太壮观了，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今天呢，这个淋浴妆化完了之后，你们最好奇就是我平常是画这么多特效妆是怎么去保养皮肤的，怎么卸妆的，所以今天就给大家拍一个卸妆视频。其实呢，我是一个化妆品配方师，所以说呢，在保养上面还是有很多心得的。在今天也得空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卸妆的一些事啊。我平常化的那些妆其实挺浓的。 今天脸上用的是水彩，会加一点酒精油彩，那是必须要用到卸妆油的。然后这里有假皮，有胶，也是必须要用到卸妆油的。就日常的时候呢，这还是推荐大家，就是从卸妆水、卸妆膏、卸妆乳、卸妆油这四个里面，我还是尽量推荐大家去用卸妆膏跟卸妆油。其他都不太推荐，因为尤其卸妆水满满的洁面活性剂，你卸的时候会很爽，但是你的皮肤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变成那种，就变成那种敏感性的皮肤，知道吗？ 然后卸妆油对皮肤是最健康，而且它卸妆力度是最强的。今天化成这样子啊，那比较废的话，我就会用性价比高一点的卸妆油。在这里一定要跟你们说，卸妆水早点给我扔掉。一般就是像我们这种化妆已经十几年啊，已经有非常的强的护肤经验的，我们是不可能推荐粉丝去用卸妆水的。然后大家不要以为卸妆油就是那种，很油，其实卸油它是水质的东西。然后它只是说里面叫做油的这个名称，有那些脂体，然后一碰水它就乳化了。 我其实好舍不得卸这个妆啊，真的画了一整天，你们看一下，整个身上都是彩绘，就画了一件衣服，好喜欢。大家都比较好奇我这些假皮怎么卸啊？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些，凡是脸上不正常的组织啊，那些都是用的假皮，所以我还是给你们拍一下看看吧啊，多一点见识。这些假皮呢，一定是要用油才能卸的，因为它里面是用了胶粘住的。 非常稳啊，堪比整容。你只要不卸它，你看它可以牢牢待给它很久很久，找到一个口，然后对，把它。那我问你，是不是像我们这种资深的化妆师，一般都不会让大家日常用卸妆水去卸脸的，因为暂时性的用起来还行，就应急啊什么的。屏障，我化特效妆哦，然后我的皮肤屏障还是算健康的。然后你画到卸到这里，大家就会问我，你疼不疼？ 我真的不疼，没有用力撕，都是用油在慢慢的溶解那个胶。本来想直播卸妆的，但是你这是直播吗？没有，我们家主播现在要剥衣服。哎，今天这个胶粘的不多，所以这样测一下。然后你们还会问的问题是，这个不伤皮肤吗？因为其实呢，怎么说呢，你在妆前做好一些隔离，还有护肤的话，还有。 卸完妆后做好保养的话，它不伤害皮肤，因为所有的化妆品跟特效妆，它都是像一个魔剂一样在脸上成膜，所以它根本是不会被皮肤吸收的哈。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说伤皮肤，真真正正伤皮肤的是你化了妆之后不好好卸妆跟不好好护肤，那才是伤皮肤。你们发现我最近越来越穷了，没有钱买衣服，我们的衣服都是用化的，所以大家一定多给我点点赞，对吧？因为这每件衣服要花3-4个小时，好累呀。 Time to take off this look. Starting with the bangs because my jaw is really tired. There we go. The ears and the wig giving me quite a headache. Oh, I have the fur duct taped to me. Eyelashes. Contacts? One. Nope. Okay, now I just hop in the shower.
全撕掉加头疼。哇，加头疼啊！这怎么卸？模型女又来卸妆了啊！我知道你们最喜欢的环节，就是特别想看我把这些脸上的皮是怎么撕下来的。这个妆呢，今天化了大概六个小时，拍完了，还是要用到卸妆的。啊，我每次卸妆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舍不得，因为都是新血。相机可以看清吗？我的脸上呢都是做的假皮，也基本上是很还原了啊。很还原它的那个皮肤的质感跟凸起。特价妆里面基本上我说了很多次，都必须要用到这些假皮才能去跟你的皮肤贴合。哎，因为我们现在找一个小缺口就可以开始卸了，真的不疼，说了好多次了。每次感觉在给自己做手术一样。那么在这里还是要给大家强调，我真的是重三遍四了啊！之前的人鱼视频呢，大概有6000万的播放，很多宝宝都已经知道卸妆油对皮肤的一个就是卸妆的帮助，但是卸妆水、卸妆巾我是真的不推荐，你们不要嫌我啰嗦啊！我只要卸一次，我会说一次。打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脸上分泌的彩妆、粉底以及油脂都是含油性的，你想用水去卸油，而且还保持清爽，你们想想，好像是用某种先生在清除你们家的油烟机一样。水清油一定是要添加非常大的活性剂，活性剂对脸的伤害那就不说了，我说过很多次，只要你坚持用了一年，你的皮肤过敏了，你就真的是，我就服了你了啊！啊，下来一杯。我的摄影师叫我大声一点，叫你们不要用卸妆水。对，我带你们全部去云南拍美不打。不要。不是不疼吗？不疼。但是你这个眼部这里的皮很薄，你就得更紧。好了，像上次一样，他们帮我们。哎呀，我再强调一遍，你不要想就是贪恋那个卸妆水给你的皮肤带来的那种清澈感，你的皮肤哦感觉哇好干净啊，那种青涩感对你的屏障真的是致命的，你的屏障要一周左右才能长回来，所以你天天去这样过度清洁你的脸真的是。那我在直播要干嘛的素颜很多次了，我的皮肤也成功各位后啊，还不错啊。护肤这块呢，还是要听话啊。
身边还有人在使用卸妆水啊这些错误护肤的话呢，记得把视频转发给他，对他是好的啊。谢谢谢谢我的宝贝们。那我等一下要去整体的全部细节赶紧的卸一下，要洗个澡，已经晚了，还要洗个澡。那今天视频就到这儿了，拜拜。It's removal time.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easy with my Spider-Man hands on. Okay, let me do this part first. I'm going to get black all over my little shiny gloves. But the gloves don't come off. See, it's all attached to the suit. Okay. Let me take these off so I can see. I also would like to see if I burned myself hot gluing those onto my eyeballs. I actually hot glued that to my eyelash. I felt a few of those rip off. That was not fun. Oh, the ears. Get a satisfying little snapper. Okay. That was weird. Now that I made this prosthetic. Oh wait. Oh shit. Okay. This is why I'm aging. They say beauty is pain, but art. Oh, it's pain. So much pain. I had to stuff the nose with cotton because if I didn't, every time I breathe, it would be like. Yeah,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a fun time. Okay. Bald cap is coming off. I look like, I don't know what. Okay, let me try to get the remainder of this off. Oh my God, I sweat under bald caps like. See, my hair is so gross. I always have to take a shower right after this. Ugh. My hair's getting stuck in it. I really loved how this look turned out. I hope it looks good on camera like I thought while I was filming. But, you know, I had those things over my eyes. And so it was kind of not the best viewing. Like, I couldn't really see too good, like, what I was doing. That cotton. I glued that cotton to my face. Oh my God. I know you guys are going to be in the comments. You're destroying your skin. It's my skin to destroy. Okay. Thank you guys so much for watching this removal. Bye. Friends,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 hope you enjoyed this video. I invite you to check out another one of our new videos. I'm sure you'll love it.